些传闻都是真的 ，OK 哈，除非你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传闻不是真的 ，OK 哈。传闻中虞美人的腰只有26腰，这是真的，而且这无法证明。那我们来问一下哈，世界各国好不好哈？像宝宝一提到中国，大家的印象是有些传闻，这些传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可能就是一些黑心商品跟那个山寨产品。这当然是真的。对对，像那个黑心商品呢，确实是很多。像我人家就是朋友会发网络上说这些东西你敢吃吗？我看过了之后，确实是不敢吃。像我自己本身，我去年回老家，前年回老家的时候，我看到就是那个我有吃过那个鸡蛋，QQ 的假鸡蛋，QQ 的，但是就是味道没有那么浓，但是它是。不是那种化学的做，说那个蛋黄可以拎起来，它不是那种，它是面粉做，再加那个明胶粉、对对对，那些的，对，就是那样做。我不理解的是鸡蛋为什么还要做假的？因为鸡蛋本身生产的成本也不贵啊，对啊，怎么连鸡蛋还要做个假的？我们智慧就在这里啊。智慧，这是我弟弟的儿子，那他是3个月之后2岁，他那个牙齿啊，你看他现在就是剩，他是喝那个毒奶粉，因为其实毒奶粉是怎样，他是那个像我妈是比较仔细，他3个月他母亲就没有奶了嘛，那之后就给他买便宜的奶粉，是，真吃到真的是这个牙齿已经就剩一颗，哎，现在只剩一颗了，就是全部黑黑的，全部掉光了，对吧？对对，真的是这个是我们要去正视的这件事情。那一提到什么山寨产品或者是什么，完了之后那电视上有播出啊，我老公就看，我说看什么看？他说啊，山寨产品有好的，我们家就有啊。他说你本身就是一个山寨人，我们家有，因为他会说呀，因为别人都会说我是什么小巩俐啊什么的，他就说你很好啊，你就是山寨人，真的蛮像的，对啊。小米呢，人家讲到韩国会想到什么？就是讲到韩国就是整形，整形就是韩国，这个传闻一定是真的，我没有说是假的，对，你的鼻子比后面的美国那位朋友还挺。没有啊，很成功哈，对，真的很好啊，成功。讲到韩国嘛，那很多人认为是韩国人每个都是整形，就是有没有这个概念？一定是你们说 OK 嘛？对，那还有，我是来台湾才听过一个传说，是说那个韩国的爸爸妈妈就是等小朋友就是他的女儿就是。高中毕业之后，第一份送给他的一个成人礼物就是让他整形，存一笔钱让他整形。所以我真的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因为我是认为我已经结婚了，当妈妈了，我认为小孩子真的是小心跑然后跌倒，那已经心疼的要命，你更何况是你存钱让他开一刀而且不见得成功的一个手术，你愿意吗？我是认为有这个概念的妈妈是真的是神经病啊，有点精神有问题，真的可以去看医生。可能是那个妈妈觉得韩国人的妈妈惊讶。他可能觉得小孩子生下来就好像出过车祸的感觉啊，所以才去整形啊。没有，其实很多是女儿自己要求的，对啊，妈妈出钱。就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就是要就是如果一定要成功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万一失败，那个你未来的路你也是要自己承担的一个问题。对。那像那个丁爱杰啦、吉娜啦、我啦、美英，我们四个都是来自韩国的，可是我们真的都没有整形。怎样啊？小米，你能证实吗？你能证实吗？对，所以我今天带来了一张我的照片，就是我大概有整形，你那么小就整了，有整形前。那我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下，说如果你是整形科医师，你是如果未满18岁开刀，你帮他们开刀的，你是永远就是不能再开刀的，你把你的资格，对，所以这个是我大概10到11岁的时候，我算真的是算还蛮，这是我真的是自己的脸，鼻子真的是高，鼻子够直，鼻子真的高，就是我爸爸就是五官非常的立体。小米，你那照片可不可以不要加框啊？感觉好帅。去韩国的时候，一出机场看到好多韩国的女孩子啊，我就问我们导游说：“谁说韩国到大家都在整形的？看得出来很多人是没有整形的。”有的整形跟有的看得出来。他的意思，有点反动啊。自然的。OK， 那看到日本，你们想到什么 ？A 片。方便说啊。
凭什么你自己？这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了。Best friend。因为我是觉得一见到日本，说从哪边来的？日本来的哦 ，A 片。我有长得那么 A 吗？你没有，算还好，你算有气质的。就觉得，其实我是觉得 A 片就很都已经融入到台湾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听到一首歌，它叫什么？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。我梦到饭岛爱共度晚餐什么的那一首歌，饭岛爱比较烦，对，跟饭岛爱共度晚餐。这个歌是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。我梦见和饭岛爱共度晚餐，就是跟饭岛爱一起吃饭都可以。这个已经走了，喜欢饭岛吃晚餐。这首歌已经十年前了，十年前了，十几年了。我是觉得它这个文化 A 片的文化，它已经融入到台湾的一个社会，是甚至把它编入到。不要说台湾男艺人，就是所有台湾男人，基本上他们会收集 A 片，基本上 top 前三名，不要前五名，全部都是日本的、啊。日本的女优化。A 片它 不只是日本的文化，我承认日本确实有 A 片的一个文化，我觉得它已经深入台湾，甚至我是觉得它是没有国际性的。对啊，你老公也有看吗？我真的被他吓到了，因为我的电脑基本上我的工作用的东西，我先生很少用到。那有一次就是我就是在电脑里面就是查资料的时候，搜寻出来一个日文叫做 anime kekaku， 就是翻成中文，他是说是那个卡通企划书。嗯，为什么企划书？卡通企划，我好像记得 K 工作 case 里面好像没有卡通哎，我点下去看，里面就是 A 片。用动漫，用我的电脑，就是小龙你在做什么？那个在我的电脑，还是我工作用的电脑里面？他真的就是蛮，因为我们都蛮 open 蛮公开，他都知道，他说他有去买 A 片啊，看什么 A 片。离谱的是，他有一次就是坐计程车回家，他竟然跟那温强聊得很开心，他就去跟那个温强买了一套回来，变成他的珍藏版。他非常的司机温强也有卖 A 片哦，对，然后他就说真的很不错，很棒哦。他说有一天我们要一起观看，要分享嘛。我说好好好好。然后就刚好那段期间，他是一个某航空公司的空姐版，他的珍藏版是那个空姐版，然后就说那个很棒。然后有一次就是那段期间刚好我们搬家，然后又搬到现在的住处，就因为他的 A 片上面没有写什么什么珍藏版啊什么之类的，因为就是在整理的时候，因为小孩子有在看什么迪士尼啊什么巧虎之类的那些那小孩子的 DVD， 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那搬回去之后，我先生就有一天就我要看那个珍藏版，然后发现他那一碟里面就没有那一张，已经找了半年了，他还是在找我的珍藏版，我的珍藏版。会不会有一天你儿子要看迪士尼，发现珍藏版？很担心了，又想跟保姆讲，又不敢讲，那又觉得很害羞。爸突然有一天，有一天小孩在看的时候，他是珍藏版。听说你好，每个国家都会让人家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。对，谈到英国，你想到什么？我觉得英国人的个性不好相处，对，不好相处。没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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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。我们大家可能认为说，英国是谁了？Sandra。其实英国人好多人就会觉得我们就是比较冷静，是真的，是真的是，就是比较，所以我们就常常就在说，我们开玩笑就是我们英国人本地人才会听得懂我们的小话，平常的人都听不懂。你讲出来听一下。不是，那我们就是实话，那实话。我们的 joke 是比较 gold 的那种样子，所以人家平常就是真的是，听不懂。比如说我们在分公司好了，我这个礼拜我们国小开始分寒假了嘛，所以我们的一个主管就是问我们，小朋友啊，你就是我们员工们，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回来上班呢、啊？然后我开玩笑就说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然后他说什么时候？我们分的是22号。二月，我就是说22号的午夜啊，我刚好有一个同事就是英国的，他跟我就开始，他开始跟他说冷静，他说笑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的 joke 就是冰山的人就是听不懂，就是。可是我要帮英国人说的话，真的英国话，哎呀，听不懂呢。然后conservative 就是比较保守，对，是真的是要，所以大概这个是大概30年以前，就是渐渐的最。
胖的时候，那么就是觉得英国人为什么要那么胖瘦？为什么做事啊？可能就是跟我们的国王就是 queen 或者什么样，就是跟这个都有关系。所以他们就开始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所以他们就是渐渐的出现的。朋克就是说他们的头发旁边就剪起来，就弄得好多颜色，就意思就现在还有朋克，还是有，还是有 London 比较多，超酷的 London 比较多。马路如虎口，车祸死活看造化。你们开车开开，如果压到一个人，会停下来还是继续走？因为看那边有没有警察。日本男人纸老虎，抓奸在床还硬凹，或者是抓奸在床，那就更有趣了。老公赤裸裸在这边，还要跪吗？这是老婆进来了，跟女生这样子在看到老公马上下跪。是啊，你都没有穿衣服，是我现在因为我是心中有杂念，我刚想要做，我还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安娜，麦吉利亚会想到什么？我们那边喜欢足球哦，足球很厉害啊！以前韩女孩真的很烂，烂死了，很烂，因为现在很烂，真的很烂。以前真的韩女孩，我们已经玩过那个 World Cup 啊，以前因为我来台湾去了，他们说你是哪里人，我说南京的，他说哎南京的足球很厉害哟，我说以前韩女孩真的很烂啊，因为很多国家去卖他们。去外面，好的球员都被挖走了，已经卖掉了，很多卖掉了。他们要回来不是吗？有，他们会打，差不多六月，那个 World Cup 南非那边，那就得有啊，像第五个，他们要去打。可是以前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烂，每个国家那就得都好几个就卖掉了，好多球员都被挖走了。你们说一些奈及利亚很好的东西。我们有，那就有石油，有石油哦，石油，所以你们石油很便宜，很便宜。可是我们国家。很奇怪哦，他们有时候卖这样外面啊，我好像我回家差不多元旦，我回家的时候，我的弟弟开车，我们出去外面玩啊，结果我们要去买油啊，去加油啊，结果去那边，因为元旦有一半已经休息了，一半有上班，我们排队差不多4个小时。要买油，4个小时车也没油了吧？没有，很多人排队呀、啊，很多人排队呀、啊，因为买不到啊，要排队4个小时啊。因为他都油都卖出去赚外汇了，所以自己人要加油，已经没有什么油了。已经卖掉很多地方，我们有，可是有一半已经休息了，一半有卖，可是不够啊。很多人排队，真的排很油。那奈及利亚人是比较会唱歌，还是会跳舞，还是会画画？会跳舞。跳舞啊？真的吗？你们是跳足球舞吗？都有啊，都不一样。要不要看？要。啊，你又不是奈及利亚人。不是啊，我配合而已啊。哦，对啊。怎么跳？你们不是会摇屁股吗？在我们还会担心手跟脚没有，他就是随着音乐这样子的律动。而且美人姐，你刚刚在旁边你就已经开始这样了，可是你就已经准备要跳，想说干嘛？可是我就同手，同脚，对，哦，自在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小秋呢，越南人的印象是什么？其实很多台湾人还有外国人对越南人有一点。误会就是说，他只要看到我们越南人，他就说：“哎，越南人有一点好贼的感觉，贼啊，对，然后很贼，对，然后很喜欢去耍小聪明之类，然后也觉得是说喜欢占人家的便宜。但是我觉得不见得是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是我们越南人一开始，我们从小以前都是
战争嘛，然后一直以来我们就很刻苦耐劳的一个国家。是。然后我们的，我认为就是不要小看哦，他是打败美军的一个国家。对对 对, 对，你看，所以他坐在最前面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越南人就是说。不管做什么，我们都头脑就很灵活。我认为啦，觉得我们很灵活，然后就觉得只要有一个目标的话，我们会往前，就是一定会有，就是努力的记住，还完成那个工作。是。其实我觉得越南的那个文化很特别。你到越南的时候啊，你的车子非常的多，喇叭，然后但是你哦，不论再多，就比如说它这个十字如果是八字路口好了，你这样走过去。在那么多的车当中，那车自然会躲开你耶，你一样就可以走出去耶。如果你要过马路的话，你没有那个胆子直接走，就永远过不 了。你就永远你整天24小时站在那里，你没办法。我刚才已经说了，他是打败过美军的。哦，没道理的。对对，越南人就是他那个，哎，他有红绿灯，但是他不会让你，就差一定对。所以到越南设置，你没有喇叭，你没有刹车，你可以赶出来。但是你没有喇叭的时候。你就不敢不能出来。那如果你们开车开开，如果压到一个人，会停下来吗？还是继续走？又看那边有没有警察吧。没有没有。欢迎。你看，其实这个部分证实越南人果然是贼贼的。那我们来问美军的看法好不好？米格拉，好好玩哦。米格拉，对啊，今天应该教我跟他吵架才对。没有，我就人家就认为美国是一个很自由开放， yeah. 而且上课上班是很轻松的， free 的对啊，对，很 free。但是确实美国不是这样啊、我个人的经验，我常常倒霉啊。我学服装设计去上班，结果迟到了3次，老板跟我说。已经迟到了3次，太过分了。然后我又迟到了2次，就炒鱿鱼，拜拜拜拜，再见啦。他就不允许这种行为。嗯。然后因为我现在在台湾，我当英文老师，所以我的学生也常常说：“哎呀，我很希望去美国，在美国上课多么的轻松，不会像我们台湾这里。”然后我自己又思考这个问题，想说。你们每天呢都上课不听话讲话，听了玩电动玩具啊，然后一上课又吃东西。在美国是，我知道你刚去美国说可以，可是我小时候在美国上课是绝对不准你吃东西，因为上课很贵。是。然后像我小时候，在我比较皮啊，我吃口香糖，那个老师拿出来。贴在鼻子上，就让你很丢脸这样。然后像我现在这些小学生，我这种高中生很可爱。我说你们成绩要好的话，要学美国的样子，要举手问问题，老师才会开心的给你 A 加。哦，好好听的。然后他们都坐下来，老师我想太棒了，他们又学会。我要上厕所。从来就是一个问题，老师棒赛，对不对？不，这倒是真的，在美国上课，学生是不断的会发问，而且老师也鼓励你，就是说，不管我讲到什么的部分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，raise your hand， 所以随时我们的 raise our hands。其实中国也有分省份，对不对？对，东北女人呢？东北女人就是在全国都讲说东北女人比较凶悍，对，就说高大。对，你觉得其实我们几个还都蛮温柔的，你说呢？我们可能有混到别的省吧。哎，黑龙江也是东北吗？是啊，我是东北，我也是东北人哎。啊，真的、你是蛮高大的，是不是？我是高大、是不是？有时候我们东北女人，其实我们是遵循着那种打是亲，骂是爱的原则。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，就是靠打。对，像我先生，他就讲，看他的朋友也是找一个东北的女生，他看到每天那个女生就说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就掐他，他说啊、哦，每天被掐的嗷嗷叫这样子，然后每天一亲，他说那是什么感觉？或者说啊，你好坏啊，打啊，这种是一种打情骂俏的一种方式。而且在东北啊，其实东北男生也没有那么的凶悍，像我们煮菜的、做饭的全部是男生，而且还有一种就是。
像我们那边会讲说谁谁谁气管炎怎么怎么样，其实那是一种很荣耀的事情。哦，对。那韩国女人给人什么感觉呢？东北女人竟然是温柔的，那韩国女人呢？就是讲到韩国的话，因为韩剧的影响，是那很多人认为说韩国人就是吵架吵得很凶，然后很会打架。要不是就是韩国人是很大男人主义的一个国家，可是我当然是不得不否认啊，因为当然是少数的人都是会这个样子。那我是曾经在小时候，因为家里有一个后面有一个邻居是夫妻是分地工作，就是不同的地区工作。那那个太太就是不同，就是不同区嘛。那她一个礼拜就是假日的时候才上来看她的老公。那这个老公本身长得还蛮帅，然后夫妻又不在，那当然他也是在外面泡妞，就是。小老婆之类的，那一天就是刚好这个太太就说啊，今天加班，可能我没有办法回去你那边了。那个先生就刚好找了一个女生去那边他家里过夜。那后来那个女生呢，就是原来的那个妻子呢，就是刚好加班取消，然后刚好有空档就回去。然后结果对开门就看到一双那个女生的鞋子，那俩真的会抓狂嘛，就是俩公进去。刚好两个躺在床上，那女生更气到不行，然后马上把那个女生的头发这样抓过来到那个门口外面。那时候那附近的邻居都哎是什么声音，吵得很凶。那我也想说哎凑热闹，我就在外面看。结果我妈妈都在那边看，说哎呦你赶快进去，不能看，小孩子不能看。那时候真的打得还蛮凶的啦。可是这个我只能说那个也有原因嘛，对啊，对。你跟我讲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抓出来的有穿衣服吗？我不知道哎，对，反正anyway就是韩国的同学，他是很爱美爱喝。但是有很有种，就是她真的就是像她说的，如果她男朋友看到另外一个女生，她是直接真的抓头发的，不怕的。那你们不会吗？我们不会，绝对不会。我们也会抓头发，我们抓自己的。真的，这样，真的，这全世界都是。没有，我是能够体谅她的感受啦，我是能够体谅她的感受，可是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。韩国男人很大男人吗？其实你们真的，我来台湾第一次遇过，我常常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你为什么嫁来台湾？是不是？是韩国男生打人，所以你才会嫁给台湾人。我真的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我说是怎么样？我为什么到底你们的眼里韩国人是怎么样？为什么每一个都是没有一句好的话，都是讲就是比较不好的话？我就说没有啊，我在韩国也是交了三个男朋友，是照样好得很。然后就是一个是很贴心的一个男生啊。那你们觉得韩国男人比较大男人，还是日本男人比较大男人？韩国，日本，我也觉得。日本哦，那日本人讲一下吧。其实日本男人纸老虎啦，纸老虎做的啦。不过我们就是很重视，就是在外面男人，我们他爹的怎么样？让他位置一定就是男人的位置一定是高高在上的，就是无论什么场合做妻子的，一定是男人是。非常的就是绝对不告诉人家他是纸老虎，还跟人家讲他是真老虎哦，很凶猛的哦。对，其实基本上以我所知道的，从应该是50岁左右的年代到我们现在这样子，年轻人这一代，都是男人就是结婚之后钱包都是老婆在管。对，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因为我最近看台湾媒体有很多报道什么外遇什么之类的，千万不要跟日本人外遇，因为他是。因为他是在我们叫台湾叫什么 PTT 俱乐部，怕老婆，对，怕老婆，真的是怕太太了。他是在外面是真的很有，就是很就是很威风，很威风。其实在家里就是都是乖乖的听老婆。那如果老公外遇被抓到呢？如果是抓奸在床，那就更有趣了。老公赤裸裸在这边，还要跪吗？就是老婆进来了，跟女生这样子在看到老婆马上就跪。是啊，发生什么状况了？说そうですね，老婆对不起，老婆对不起，我只是有心里有杂念，我只没有穿衣服嘛，女生也没有穿衣服嘛，对不对？女生也一起跪吗？没有，女生她就不管女生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不管她死活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只是这是听我朋友讲的，我只是心中一喜，有了杂念，有了杂念而已。然后这时候女生就要喊平声，不对啊，那老婆对，你都没有穿衣服。是我现在，因为我是心中有杂念，我刚想要做，我还没有，还怎么怎么样？我是清白的，所以我建议你啊，所以我建议你。话基本的女生会原谅吗？会，基本上这样就原谅了。啊，这样，好困难。
他已经很清楚了跟你道歉，而且也不管那女的装成跟他不认识，所以他刚刚讲说不要跟日本男人外遇，因为一旦被抓到他会保护老婆不会保护你。对，一定的，老婆是最大的。那是因为有一些经济上的因素吗？是因为荷包全部被老婆控制吗？无论是怎样，因为他外遇就是不对的，这是有法律责任的，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大家他不会承认，所以就是被跟他外遇的女生的立场就非常的可怜。对，什么都没有。哎，可是那为什么日本现在熟龄离婚那么多？对，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社会的现象，因为这也是因为我的朋友比较长辈比较多，那他就是因为我经常到他家里去玩，那他老婆是一个护士，那护士长退休，那然后就是经常到他家玩，突然有一天他就是就哭，我那个男生的朋友哭着打过来说，因为我都叫他老婆叫什么什么妈妈嘛，然后就说他离开家里的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跑到他家里去看他老婆，就是丢了一个信，一封信，就是一个便条纸这样子，说我觉得我这辈子对得起你了，对，我拿着我的退休金，我要过我第二个人生，对，哇，突然他就离开他了，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没有想象到，因为前两个礼拜我要去他家里去玩，然后就是说从来没有想象到他会离开他的老公，他就是这样子默默的，就是说已经在自己心里面已经有打算，已经有规划，然后这老公完全不觉性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就突然看他，就他说这样子不行，太离谱了，他又找律师去看他，当他就是提出来要跟他离婚的时候，他找律师去看他，变成是骚扰。他直接去看他，变成去骚扰，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看到他老婆。然后我曾经打电话跟那个女生聊过，她说是大人的事情，那你小孩子你希望你不要走我这一条路了，不过就是说他真的就很久以前就有这个规划，因为他小孩跟我差不多，那小孩也是支持他的，变成就是我觉得最可怜的是男生那个朋友，他从那个六七十公斤左右吧，一下子当到就是那个瘦到就是皮包骨。什么 ？WTO 姐妹会竟发生姐妹戏强了？他的大腿跟我们两个的腰一样。越南人果然是贼子。体味太重，惹人嫌。老公哑巴吃黄连。啊，看一下下去，然后再。我就一直奇怪，我老公为什么这样子？可是我自己不知道我有这种的味道。陶家他就如果跟我说，他说你有这种的味道，我说有吗？没有啊。对美国人的偏见，因为大家都很胖。那不叫偏见。没有，一下飞机就感觉到哇，这城市好挤哦。对，好吃哦。我跟你讲啊，像我这种胖的人，在美国都是被瘦的。你算很瘦的。我在美国，我暑假回去，我已经瘦了一点。可是在美国真是很有福气，我买到这件衣服，然后那个店员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啊，小姐，你要买洋装吗？”我说：“要。”说他看我，又说：“哦，来这件是，你看这个标志，我不是骗你 ，petite， 小的意思，很小 ，petite size。”所以你这样在台湾就是 large， 所以你这样在美国算是小的，你看，对啊，所以这不是偏见吗？我在美国很娇小，我回来台湾都是 XL， 真的是没有变。他在美国算 OK 的，这样在美国真的算 OK 的。那如果潘蜜拉这样子去美国，也算瘦呢。对，也不胖，对，没有错，真的吗？顶多人哦，他有一点丰满，就这样。小敏这样去美国，可能就要看医生了。太瘦了。对，他的大腿跟我们两个的腰一样。越南人真的贼小球队，我要说谁贼？越南人果然是贼子。解决的问题要不要我先放弃？因为这已经结束了，好吗？上一代已经结束了，我们这一代不要你啦。啊，你们国家的女人是怎样的？我们国家的女儿就是一样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可是没有结婚的话就会瘦瘦，可是生小孩就会变胖，屁股就会很大。那为什么会臭臭的？对，因为那边比较很热。那边就是一起很热，然后就会有这种的味道。我们那边的人就喜欢吃
没有喜欢吃这个什么羊肉还是羊肉，sheep， 对对对。然后有一句话说，如果你吃很多的话，就会臭臭的味道会出来。那我以前有这种的味道，可是我不知道，我就会闻别人的味道。哦，你好臭！可是我自己有啊，所以我就一见我老公他那边，然后他要去接我，他要去接他下班，对，下班，然后他开车去开人气，这个车子要开人气，然后我就马上就进来开门进来，他就开车一般就，然后开上去，啊，开一下下去，然后再问。我就一直奇怪，奇怪我老公为什么这样子？可是我自己不知道我有这种的味道。然后就讨家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你有这种的味道，我说有吗？没有啊。可是我自己有味道，他很久都闻不出来我自己的味道。说跟他一起煮很久很久，那我知道他的习惯，台湾这个他的味道。然后我就知道，嗯。我很想有味道，我真的有味道，可是我对啊，那哪边的女生那就洗澡就好了，你们不太洗。可是洗澡可是一样啊，你就出来，你就洗好澡就出来，一样流汗啊，就有味道，就有味道，这个味道出来。那问一下，就是说外国人不知道的风俗呢，经常会让我们惹来杀身之祸。比如说你去那个巴布亚，对不对哈？对，绝对不可以随便跟人家吵架，对不对？对，会怎样？因为都会杀人家。吵架就会杀人，所以说逆来顺受啊。就是这种，如果一个 village 一个家人跟另外一个家人吵架的话，这个第一个家就跑到去第二个家，他一个人死掉，第二个去跑到第一个他死掉，就比较公平。一个哥哥一个哥哥死掉，两个放进去比较公平。两个要一起放啊？对啊。也就是说，我出了一条人命，你也得出一条人命，一命抵一命就对了。我是每一个村庄吵架一定会这样，一定会人家死掉，一定会，一定会，一定会死人啊！巴布亚人，这很恐怖哎。对，那你们人很少吧？所以要避免冲突啦，真的哦，对对对，所以不要随便跟人家吵架，能忍就过了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要吵的话，到上海去吵。对，绝对不会动口不动手。OK， 那东北有三怪是哪三怪？那是说很早以前的三怪，他是说那个窗户纸糊在外，再一个是大姑娘掉这个大烟袋，然后再一个就是生个孩子掉起来，他是讲的是窗户纸糊在外，因为以前是满族的那个时候，那个清朝时期，那个房子是用木头做的，那个窗户也是，他那个纸为什么不糊在里面？因为那个室外的温度跟室内的温度相差很大，那它里面可能会热的时候会生那个水汽，那个水那个纸会过掉，所以糊在外面，经常不是看那个这样撇一撇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么个原因。然后再就是大姑娘叼着个大烟袋，对，那个是很早，像我们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有这个习惯，还有在抽烟，而且他那个烟袋是那个很长的，然后就是前面是铜的，他那是为什么？那已经是一种人们休闲的一种时尚，是因为冬天天气比较冷啊，大家都在家里猫冬，那没事情。那没出阁的，就是没嫁出去的那个女生啊，都会在家里抽烟这样子。像来家里来客人，那肯定是请你抽烟。对，抽烟的好处，因为东北是山区啊，就是很多，那昆虫也很多，小虫很多。抽烟，这是好像讲它的好处，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要抽，就是它是防蚊虫叮咬，还有蛇会怕那个烟味，牺牲自己的肺哈，对，那现在就是已经那边是天堂，那时候是一种时尚，再就是像我小时候也有做这个，在那个生个孩子吊起来，也是说满族人去打猎的时候，吊那个篮子吊着，免得被动物叼走了。他被动物叼走，再一个就是放在炕上，我们东北睡炕会上火，所以我们都是吊在半空中的这样子摇篮，这样非常的棒。对，那去越南呢，可以去菜市场，可以去黄昏市场。可以去水上市场，但是小心不要跑错地方。爱情市场，对不对？爱情市场，因为我们越南有很多那种小族的民族，很多，它会靠近大陆那个地方。然后我们就是每年一定会有一天去爱情市场找爱情，到底有多激情呢？寻找爱情不分老小，一年一天重回旧爱。
你每年到那一天，你就可以，你的老公或老婆不能管你，他会让你回去去找你那个救星人。我觉得好人性哦，这很人性，这好像一线之桥，可以吵吗？啊，就是那一天，反正没有人管你，没有人管我们，没有人管你，那做什么事情都没关系，而且只有老天天女在主导。第一个市场就是他。给那种未婚男女的，未婚男女的话，就是他每年春天会有一天，大家会到那个市场去，然后呢就有很多，男生女生，比如现在这样子，全部都原住民的，他们穿各种颜色的衣服，是，然后这边会有大概有一千多个人吧，这样，然后有很多。到晚上的时候，就很多男生会拿他的那些原住民的一些笛子啊，在那边，在一些漂亮的女生在那边，就在他的身边去绕一绕，一起会这样子一起绕一绕。然后那个女生，你觉得说，哎，我喜欢这个男生，他在身上会把他一个东西给这个男生，就是任何一个东西，这样放一下那个男生的手里。然后呢，如果两个人看对眼的话，就手牵手就走回家，就是他就直接就当他的老婆，这么简单啊？对对对，就是只有那一天才可以，集团结婚像是那种联谊啊，对对啊。如果第二天后悔呢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对，不退货就对了。那个是另外一种，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市场，就是他就说只是一年只有一天而已。但是他给那些比较以前年轻的时候，你有缘没有分，就是你没办法跟那个爱人住在一起，然后你要去结婚了，哎，以后你老的时候，你结婚了以后，就是你每年到那一天，你就可以，你的老公或老婆不能管你，他会让你回去去找你那个救星人。我觉得好人性哦，这很人性，这好像一线之桥，就是麦迪逊之桥，可以找而已吗？可以吵吗？啊，就是那一天，反正没有人管你，没有人管我们，没有人管你，那做什么事情都没关系。哎，就是只有老天，天女们在主导。你们那个越南的移民条件是什么？没有，对，少数民族。那个是少数民族才有，然后就是他那一天，就是你的老公老婆不能管你，你会自己去找你的旧的爱人，所以你不管那一个时候，就是有年轻的、老的，都可以是那一天。OK， 那一种是第二种嘛？这只有在少数民族的部落，对少数民族才有。第三种就是说。只要到晚上，第二个就那么嗨，还有第三个，没有，因为我们其实少数民族，他们有很多他们的文化，就是，晚上的话就是他们，女生会住在家里嘛，那个男生会跑到那个女生的那个帐篷，不是帐篷，就是他的女生的家，然后就不是女生的房间就会靠近那个有一个窗户嘛，那个男生会把一个叶子，因为原住民很喜欢放在嘴巴里面，就哎呦哎呦，让你去唱歌，然后。唱就是唱情歌就对，情歌，然后那个女生在里面会有回音，然后就会唱歌，就回那个男生，然后把窗户打开，就是接受跳进去了啦，没有，就是他接受你，男生是他的男人，就是你已经变他的老婆。那同时间如果两三扇窗开了怎么办？那就很简单啊，就打开一看。你进来，你们两个走。对对，就越南走啊，你不能随你，不能随便派装。等一下，他回来吹那样子。对啊，没有他就会在那边，然后那个女生觉得看对眼的话，他就会回应。我们那里还有一个蛮奇怪的，就是像比如说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说你想到美国，你想到什么？也许你的答案是哦，自由女神呢，或者想到日本哦，苏西。那如果在美国，你问一般的美国人说。想到中国会想到什么东西？ Yeah, 然后他一定会跟你说 fortune cookie， 就是幸运煎饼。对，因为他们的 Chinatown 你在台湾找不到，有台湾有，然后你在中国也有，没有在超级市场啊？没有，台湾有。哎，这个很棒，目前只有300盒，这超棒，因为你在吃东西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吃到里面的签文是我写的，它里头有一个饼干，有一个签，我们可以抽一个吗？对，我偷偷只有10个，对不起，我们这边12个人，我们也好想哦。Sorry， 这个真的是我是好玩，想说年夜饭的时候做给家人好玩， 所以只有做300盒，所以也不用打来了，没有。哎，给我们的吗？没有啦，你代表大家打开好了，看看你会抽到什么。啊，我抽一个好了，抽这个。真的吗？里面不会就是他吧？哎，中文就代表今年，赶快！哎，这就是大家会期待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打开，里面有一个香，一个签，呀，好。
读给大家听吧。是大家都有没有不好的？欲望越高，出头越快；欲望越低，满足越快。而且你要签四八三二跟三七。欲望好吗？欲望好吗？错了。不过为什么 Sandra 英国人那么讨厌美国人？哎，不是，我现在要讲，我们今天还在讲这个。其实我们不是。这个应该是以前的事嘛，现在就是变成好玩的嘛。现在就是变成好玩的。可是我们在英国，我们就是会讲一句话，就是说我们用英文讲，Americans and British, they are all the same, they do everything the same, but speaking English. That's right. 英国代表 Sandra 对上美国代表欧阳山，美英战争即将引爆。互看不顺眼，原因出在卷舌上面。讨厌美国的就是说，他们是比较随便，他们就是很轻松，比较随便。我们就是比较，比较优雅，讲话就对。然后他们说 water， 然后我们就会说 water， 我们就没有那个 R 那个音。他们都很无聊。我已经在跟你讲话了。这个应该是以前的事嘛，现在就是变成好玩的嘛。现在就是变成好玩的。可是我们在英国，我们就是会讲一句话，就是说我们用英文讲，Americans and British, they are all the same, they do everything the same, but speaking English. That's right. 我们什么都是都一样，就是英文的部分就是不一样。你看，我一个同事这个礼拜，一个是英国的，一个是美国的，他们要办饭早上个小时，他们要知道那个是对啊 ，Pasta。Or pasta. How do you say? Pasta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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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ah, we say pasta. Hey, you see? You're changing. You're going to say pasta. We say pasta. 可是两个，一个英国人，一个美国人，为了去教小孩，他们要同意那个寒假作业，一个就是说 pasta。你说意大利面吗？对啊。Pasta. 可是一个就是说 pasta， 一个就是说 pasta， 所以两个就在那边吵，那一个人就是。对，所以我就是觉得，可能就是我们就会说啊，讨厌美国的，就是说他们是比较随便的嘛，他们就是很轻松，比较随便的，我们就是比较，比较优雅，讲话对。然后他们讲英文的时候，他们常常会发出现的一些字，大家都看不懂，就是他们自己才听得懂的一个就是什么，他们会把东西手写或者怎么样啊，我们比如说他们常常就是 How are you？ Hey， How are you？ 你听不懂后面那个 you， 然后我们有人就是 How do you do？ 就是用。就是那个，可是他们一定会说，他们说 water， 然后我们就会说 water， 我们就没有那个 R 那个音，他们都没有。无聊，我已经在跟你讲话了。美国人的舌头比较卷，然后英国人讲话声音比较轻，对不对？因为每个口音不一样啊。把我的饼干给打碎了。哎呀，你们不要吵了。那美国人怎么看英国人？粗鲁，我一定要翻译。其实像我们在美国，我们也看那个公共电视台有 BBC， 也有那种。我们是觉得英国人的口音很好，可是因为我自己真的有在英国有亲戚，我们去看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讲话我们觉得很好听。我们一讲两三句，嚯，土包子，没水准，好难听啊！所以我们是那个 Marlboro Man， 就是那个弯把喽，那个烟的。哦，讲话像个牛仔啊！所以他一直说我们那么差劲的，我们就开始想说，等一下，你们很没水准，我们是客人来，我们讲的真的不到两三句，他们一直笑，觉得我们讲话。对啊，然后他们自己觉得他们吃得好啊，哎呀，吃得很烂，又吃的什么 sausage 什么鸡蛋呢、啊？然后他们很喜欢用那个猪油来炒东西。我要讲这个是大家的人啊，不是我，不是代表美国。那应该是只有欧阳山的阿姨吧？对，我煮东西。那Sandra转，你可以示范一下有气质的英国人是怎样？啊，这应该很难吧？喂。帮我们按赞，加订阅，拜托拜托，拜托拜托，拜托拜托。